观众朋友、棋迷朋友们，大家好。那么本期节目当中呢，继续为大家来讲解第五届后萧杯的精彩对局。应该说呢，17年后的战火重燃呢，各位应邀参赛的象棋大师们呢，也是发挥了自己极佳的一个水平。那我们来看今天这一盘对局，是由黑龙江的陶汉明对战这个广东的吕鑫特级大师的一盘对局。那么红方先行，他选择了一个兵器进仙人指路的一个开局。一般呢，在最近的一些大赛当中，走仙人指路的啊也是比较多啊，也是一个热门的这个开局。兵器进一，将来呢，他准备走马八进七，使自己的棋子呢先强大起来，然后看你怎么应，然后我再怎么应，这双方啊在开局比的就是一个除动直立的技巧，除动直立的方法啊，看谁除动的直立能够既发展自己了，同时又能控制对方了，限制对方了，那谁可能开局就成功了啊。开局总的就是走棋达到这样一个效果。黑方走炮二平三主底炮，这棋俗称啊主底炮，我不让你走马八进七，你要敢走我就走卒三进一。你如果跳马，我小卒流过来了啊，多少有些针锋相对的这么一种意思。红方炮二平五，反架重炮，准备要打空头。对，看看黑方这步棋怎么硬。象三进五，这样两个炮形成一个弹子炮，我不怕你打我，打我我暂时就滋事，以后我出马就登你炮，我赶紧就出车。那黑方损失一个卒，但是出马登炮，出车就吃炮，出子的速度比红方要多少快一些，所以红方呢一般情况下也不过早的打。其实许多这个初学象棋的一些棋迷呢，应该说看到这样的棋的时候，尤其是当对方中卒或者是中兵没有保护的时候，特别愿意走这个炮五进四，觉得是先打掉这个中卒或者是中兵来先占了一个便宜。其实在这个下棋的过程当中呢，那有几种选择呢，是一种呢是可能是在子力上占有了一定的优势，另外呢一个呢是在部署上还有这个棋子的位置上占有优势，这个要具体的情况呢具体来衡量。那比如说像现在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呢，如果说你走炮五进四，先把这个中卒打掉，未来就像赵老师说的黑方有这个上马登炮的这样的一个棋，你这个炮可能还被迫要往回退的话，这可能在步数上要有一些吃亏，包括在黑方子力出动上，黑方子力出的比较快，那影响了红方子力的出动，所以在这个地方可能会你虽然多占了一个卒的便宜，但是你在子力出动的时候会吃了一定的亏，那相对比较呢还是会觉得亏了一点。平向三进五。看看本局啊，这时候红方是怎么走的。红方马八进九，因为这个地方黑方有一个卒三进一这样一个巧招，所以呢他先走了马八进九，就意思就是你别拱这个了，你拱我就白吃你，然后我赶紧车八进九，赶紧马二进三，赶紧车一平二。黑方车九进一。黑方由于这个是弹子炮，对，一般俗称弹子炮能挡双车，你那个出直车你也不敢吃我炮，我有两个炮连环，我这个车将来走车九平四，掩护自己的二路马走马二进四啊，这样一些棋。红方马二进三。马二进三，俩马一定要跳，俩车要出。他走车九平四。车九平四，车九平四为什么不平六呢？平六不利于掩护自己的二路马上来，那么平四呢有掩护这个马这方面的这个味道，将来可以滋事，可以巡回车，可以走马进四。车一平二。车一平二。他走车四进三。车四进三啊，这期不要走到这个地方啊，如果走到这儿呢，进四呢看着像吃一个小卒，但是不利于掩护这个马。将来他很想碰这个，
这巡河车是非常好的一步棋。对，这个时候红方炮五进四，这个时候他打了，打一将，那他这时候他14进5，红方炮8平5，再补一个，加强一下这个炮的这个分量，防守一下，同时呢，我要走车9平8，九路车要争取出来。如果你没有点吃我这炮啊，很想走这个，我很想将来走这个，或者是走车8进6啊，车8进4，这个车2进6啊，车2进4啊，等等一些变化。黑方走车9进1。车9进1，这时候就。你那个你就别打了，是我先拱一个车9进1，将来我走马8进9，马9进8，往里旋，跟这巡河车跟弹子炮形成一个配合。红方车9平8，车9平8，这其实有一个样啊，这车马没有动，是黑方的一个弱点。黑方马8进9，马上要进马打车，对，马上这个棋红棋必须得防，看看红方怎么防的。前炮退1，用这个弹子炮啊，直线上这一个弹子炮把这个车给它挡住了，不让它过去。马2进1。觉得上了这个地方不可能再往中间上了，因为要打线再打你这个。往这种跳没有前途，所以呢，他考虑了。